没什么，我想借小姐的肩膀搭一下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这怎么行啊？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！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想整整我的朋友而已。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。什么唐做的老虎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再不走我可要叫了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一两银子意思意思。一两银子？你当我什么？最起码十两。哇，你这德行还要十两，干脆去抢了。不错，我就是抢，把钱拿出来。你搞什么鬼啊？要你出手也太重了吧！他想抢钱，这个四人妖啊，四人妖啊！我喜欢，拿着。哎，真可惜，被他抢先一步。